在加拿大拍紧剧集的李思华，2月8号中午上传了一张无名指戴上钻石戒指的相，表示将会成为人妻，即是说胡说八道会的第三名人妻啦。而胡说八道会由胡杏儿、胡定欣、黄志文、姚子玲、李思华和胡培慧组成。成立之初，除了胡培慧之外，其余5个成员都未嫁。而哪一个会是第四位人妻呢？相信最有机会的就是黄志文啦。他曾经透露过自己和男朋友已经发展到同居的关系，随时有结婚的可能啊。